阿弥陀佛，各位朋友，各位菩萨，各位同学，大家晚安，阿弥陀佛。少造业，多念佛。继续看这个《史记》的《屈原列传》啊，上一次已经看到这个他父这个常怀沙之父了啊。继续整理吧。那前面已经看过这个俞府了啊，也是很有名的一篇屈原。那可能这个司马迁太史公有加以融注。有加以融注。然后把原来屈原写的作品跟他要写的那个合在一起，应该有这个词汇。学校的账号不知道怎么样，融注有些是，其实这个融注好像比较对，对不对？反正也会写这个融，对啊，因为是火嘛，你看那个金属铸造，没错，那个融是比较和乐融融融合。溶解烧煮，应该是这个，所以以后一样写这个融铸比较那我们先把这个《史记》三家注版本放进来，因为它算这个点教本的。《礼记》文库，《史记》三家注。这一页就可以关了，开太多。刚好屈原准备自陈汨罗江了，今天是端午节后的一日，昨天是端午节，可以看我们是前几的时间就昨天跨年了，跨节熬夜到三点多才圆满，赶快去休息，就今天睡到哇快十点才起来，才能够起来。那这个我们整理完了，我们还要贴过来对其他的版本，我看这个恐怕不妙。那个我最多到今天，明天要来改学生的企划书啊，到明天没关系，明天啊，因为那个礼记也不急，该交的已经交代他们了。礼记选主要是要看那个软科本嘛，其他版本比对，可是有时候本比一比对就会发现问题。最晚礼拜一、礼拜二要把那个企划书做习作发完给他们。好，闲话休题。因为讲那些话浪费时间了，这个以后要万一传世的话，那都是空话。好。遥遥梦下兮，草木茫茫。他说这个怀沙之父，他的内容其词就是他的文字啊，文词啊，就内容会分成内容，就写到啊，这个通常两个方向，像乐陶陶是陶陶啊，那也可能是遥遥啊，像高遥那个舜的时候的一个能人啊，一个贤臣。那陶陶和遥遥你就知道是谍云关系嘛。我们快速一点看啊。陶陶梦下兮，我们正好梦下了啊。
草木茫茫，五月五嘛，哦，四五六是夏天嘛，哎，我们是仲夏了，哦，刚孟夏刚结束，草木茫茫，那茫茫就应该是我们说莽原嘛，哦，蟒蛇，那总之夏天大概就是，你看你即使不知道什么叫淘淘，那茫茫大概还可以推出来，茫上面有草嘛，所以草木长得很茂盛。那淘淘可能形容那个夏天的样子而已嘛，啊，大概这样就可以了，啊，不要什么都急着去查词典啊。集解王逸曰，你看他都是这个逸，其实我们留一个王逸也可以啊，这个就不管他，既然看到就管他，啊，反正他别的地方还会。王逸曰：“陶陶是盛阳嘛，还用您讲？仲夏、孟夏当然就是阳气很盛嘛，像我们端午又叫端阳节，对不对？那、就是端阳嘛，这时候是阳气最盛的时候。所以你看，还需要看他注释吗？”大概也知道前面它是前位修饰后面那个嘛，阳大概就是夏，大概就阳气很盛嘛，就他说是盛夏的样子貌那茫茫盛茂茂，对不对？这当然是什么东西的盛茂，先抓动词，长得很茂盛，那就是草长得很茂盛，所以他说草木还有木了，草本植物木本植物都长得很茂盛。所以，莽音，莽竟然可以念，这念什么？不是念老啊，刘姥姥这个可以念，所以姥姥其实就是母和莽声音才近嘛。我莽念老差太多了，你看我们厉不厉害？这当然我也有可能有我的智慧能力了啊！突然想到以前学过的。你看吗？好像有一点印象，被他提醒了。哦，保姆，对不对？从母嘛，然后我们才写的，不能叫保老如老啊，老妇叫你，王羲之了啊。难听，继续。所以这个要念莽音母啊，对，还有双声的关系啊，没有差那么多。对不对？莫古是不是叫母？么古母，嗯。伤怀求哀兮，汨除，汨罗江的汨这样子。汨除南土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古字，那就写成日。我们讲过，汨罗江的汨右边是日，不是曰啊，古才是曰。南土要想到什么？再回二的时候，好像我们前面学地震歌《林真美》，东南区学校有那个 sense 在讲台湾，那南投当然就讲楚国啦，对不对？那楚这个是王的意思，这个当然是智慧能力都没办法啊，至少这个看得懂，就一定是负面的嘛，那为什么还伤怀求哀？哀还要哀，应该倒叙从说哀求倒是可以，对不对？或者怎样字形结构？那当然不是救哀，实在是求救的意思啊，需要人家来帮助。继续，汨是形貌，汨是走路的样子，所以它跟这个除就是放合成一个同类似同义副词。那汨怎么会是形貌？它是水，对不对？一定又有假借，或者就水形貌，水流形的样子，啊，水流的样子。索引方言，也方言好像是杨雄说的一本书。汨是未及形也。
走得很急。上怀秋哀兮，觅处攘图，就是在南土，省略了在嘛，在南土这里走啊。其实觅处可能就类似徘徊之类的，在那走来走去，不知怎么办，不知道可以走到哪边。那炫兮，窈窕在木字旁哦，那一定是跟炫目有关的，很有可能是字形结构什么，换部首嘛，很有可能是这个字。木炫生明，他只会用旬作生符啊。炫兮窈窕，恐静幽默，徐广树。集解徐广说是炫是，你看吧，啊。字形结构换声符嘛，解放声光好不好用？抽税，我们才说你要帮我记一下，嗯，是不是啊？换声符，你看，有换声符比较不常用，所以没有加颜色。现在不知道为什么这登不进去，是说出错。我只能用这个另外一个账号，现在不能用。使劲秀哈，我们什么都没查，好像未卜先知。所以你得到多数，真的已经掐到中文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和原则嘛，好像是牛顿三大定律这样。对啊，我们是17定律嘛，17个大原则、大定律。那索引是，它是换部首、换顺啊，炫顺。你看，我们讲过，n 会转成安，像陨石的陨，右边是园林的园嘛，一员学生、教职员工的员，对不对？你就可以变成陨。爻，顺应顺，爻是应，乌鸟反，那一定是乌鸟上面口下面那个嘛，乌鸟才会拼成爻嘛，乌爻反，恐静，恐出现了啊，孔武有力的孔，一定是非常安静，叫恐静嘛，不是姓孔名静。所以平常为什么跟你们啰嗦？你就知道爱之深，责之切。你看我都讲了，啊，学生你不爱学，你以为我跟你啰嗦，讲那么多干嘛？哇，这时候用到孔，你还是不会。长大了才知道，等到父母我们不在了，你再觉得我们好，那就随便了。集解王意。孔，看吧，孔就是圣也啊，他还没有王意曰嘞，我这个意就不给他改了，孔圣也，那不就是虚狂恐极，或者那个孔武有力的孔？你看哦，这个现在白话还在用哦，恐极啊，非常极，虚狂恐极，非常极的需要钱呐，虚人恐惧是非常需要人，可能在争人呐，欠人。我看新闻总不是古文嘛。虚钱恐惧，儿子的车祸没救了，虚钱恐惧，看到没有？人才需求恐惧，白话还在用啊？我不知道，你还叫大学生，你会被他笑。假如人家没有大学，他会用你不会。那恐什么意思？他就未必懂啊。对不对？他知道恐惧，一般都是这样，恐惧恐惧，然后问你恐什么又不知道，恐就是甚嘛，非常嘛，非常急，强调修饰加强你，莫无声也。哎，所以字形结构换什么部首？土换成犬，是不是就无声了？有时候也会写成这样，
这不是嘿嘿嘿啊，嘿也可以同母。那默然默句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无声句？默无声嘛。所以这个都是字形结构换不了假借字，幽默，幽静无声，对不对？相对位置刚好有相关字，静就有默，对不对？没有声音是不是就安静？恐静幽默，表示他到了没有人的地方了，人烟罕至的啊。荒山，那个荒山僻岭，荒山什么岭啊？穷乡僻壤。要注意，无声也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可能就像空山，闯空门的空是没有人声，因为总是以人为主位、本位嘛来讲。第二个可能是什么？我也忘记分享。第二个可能就是什么万籁俱寂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哦，那当然，此时无声胜有声，那就完全是一点声音都没有。可是你别忘了，不要死在一点上。有时候它指的不是一定是完全没声音，就好像空，不一定什么都没，空无所有，而是讲的是那个。哇，已经有20人出局了，真的是，而是讲的是这个，没有人的声音而已啊，不是什么声音都没有啊。你看，不但读正文难的，有些甚至不查字典，像我们刚秀给你看的，对不对？那连那个注文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注了，哦，哪一个国文跟你这样教？你说，都是教过的、背过的才会，没教过就不会。假的嘛，那种假货山寨版你也要？哎，你们真是贱呢，那没办法，所以认贼作父不识货嘛，有眼无珠，这个真的好宝贝，反而耻笑成那样，啊，学了一辈子的那种国文，反而觉得是正常的、应该的，才是正确的。那你应该比我厉害啊，为什么都我都读得懂，你都读不懂，对不对？那正义说沿江南山高则深，对不对？山很高，湖泊。沼泽是很深的啊，四肢炫，你看，就是炫目的炫嘛，啊，目眩神迷，炫也甚清。沿江南当然指楚国嘛，长江以南，山高则深，四肢炫也甚清净，叹无人声。四肢顺也，好像甚清净。叹无人声，看到没有？刚刚我们是不是才讲，不是什么声音都没有，无声可能是无人声。我没有偷看哈，偷看我眼睛都烂掉。也没有预备课啊，没有说今天要讲这个先什么？我前面都在，今天你看光做到10分钟，我9点多起来，10点你看，当我今天有灵感又做了一些东西了哦。补充了学生的那个笔记选那个，你看我脸书就知道今天在做什么事啊。我有时候都觉得，哎，自己怎么那么厉害？可是很讽刺，很讽刺的是，我们就不希望自己那么厉害。我希望你们都比我们厉害，我们最烂。可是我靠，那这里我觉得可能会有错字。四肢炫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四肢炫？啊，沿江南山高则深这个断句应该没问题啊。四肢炫，野胜清气，旷野胜，甚至是四肢炫是看了会让人家炫目吗？哦，可是人家作文很少的时候，通常都四肢很少会这样，感觉就有掉什么事。
野生经历探悟人生，没确定的我们就不断了哦，不标点。渊洁，它是这个渊呢，面部渊洁，纡整兮啊，黎敏之长举，这个黎就前面提过的黎了啊，罹患罹难的罹。悯就是哀伤，前面也用过，他是用另外一个悯啊，悲悯啊，他好像是用恻然就难过、感伤。那季节是这王意，橘，穷于曲也。你看，刚好他屈原的名字真好，穷途末路，非常的迂曲，迂曲的。我们讲过迂腐嘛，就顽固不化，不是直的。迂就是有我们说迂回战术，就这个，是不是这个是迂回？应该是，所以他就是周转，好像心里头在那搅动一样，然后有冤屈嘛，对吗？迂回战术。你做这个迂回转换部首而已，甚至那回还去掉部首，对不对？你这，你看《九阳神功》叫你都会看了啊，你要不要背三个？以前我们就是那么呆，哦哟，还同声啊，有这个就好像一个定心丸，你看啊，你知道在把搞什么把戏？是不是部首在那换来换去，一下有，一下没的。这个打。打球或什么的会用到这个词，迂回战术啊，比赛，没话再用，穷就穷途末路了，穷于曲啊，黎敏是长曲，长曲，橘是穷于曲也，枕是痛也，敏是病也，这是什么病又来了？多好，你看这里来讲。对不对？心理病还是生理病？是不是？这里刚好编辑它，我嘛，那个是学校的账号，我可能要把那 Google 整个清掉还是怎样？生理可以算自然吗？我就不敢讲，也可以啊。我们身体毕竟是自然所赐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样还不够啊！还行，这不需要这样。Ctrl F，生理心理，是生理病还是心理病啊？自己说。这个所有变更看一下，有我有，当然没有别人编辑的，应该只有我可以编辑。孙守贞异体字的嘛，这刚好区别的学校是用我这个户政用的这个字。显示变更还框出来，然后这样子回去。快一点啊，明病。当然是生理病，心病嘛，心病还要心药浴，身体健康，不过也未必健康啊。心理那么难过，身体就会被影响啊。后来就，当然就，他还没有生病嘛，这是自裁。我的身体还好啊，孝字这个孝一体字而已，孝自己，抚琴孝字兮，抚曲。你看换部首，抚曲或抚触以自意。注意啊，这个楚辞就类似的楚辞汉赋嘛，诗词歌赋，我们前面学过，它有时候以相对的都会换成而，以啊而这样一直换着用，有时候用之啊，都是那个中间的一个坠字，与楚辞不是累赘的赘啊，是点缀的缀，坠字啊，字我们前面看到的文法真的还有坠字、坠词性那个词性这个词类啊。以自意，自意，这就好像自己，
压抑自己啊，自己难过了，很难过。你压抑，自然就难过，不舒服，不畅快。万方以为圆兮，常度未剔。那要注意，这种词赋一定都可能跟相对位置有相关之意啊。抚琴教这是抚触以知意，万方以为圆兮，常度未剔。是法，哦，我们说心替就是心废嘛，对不对？被替换的当然就作废了，所以你看都有表哥圆美之意都有，圆人。消防欲以为其长发独上。观因五官反。所以就念弯嘛，哎，五官弯，这个我没念错，因为它左边是个圆嘛，圆你看我玩笑的玩都念完，它这里念一声嘛，弯弯弯弯，你看又来了，弯这个是哦，它还是二声弯，弯，不是一声声调不重要，那就跟玩笑的玩一样，它只不过这个圆写在右边，对不对？这个圆写在下边，然后玩笑的玩圆写在左边，那圆写在，不，对不起，玩笑玩圆写在右边，玩笑那个这个玩呢，则是圆写在左边之后，那么书法变形而已嘛，让字个结构更紧密。五官反，意出本由兮，君子所比。意这个是什么意？我为什么不要说啊？这个一定是改易容术的易嘛，交易的易嘛，换，改换初本，就这个，我们说不变初心，这是变了初心了。初本由，大概就初心了啊。原来的发心不是粗心大意，就是初心啊。卷那个翘舌音的啊，一般是说卷舌音了啊。其实应该说是巧舌音啊，舌头巧。君子所比，由道也。本由原来就保本道也对啦。我们这个由也应该是名词，没错，它这个注的是很好。因为你路就是我们要遵守的嘛，我们要走的嘛。由着这个，沿着这条路，由着这条路走，对不对？我们说自由就是由你随你啊，就由有随的意思啊，随着路走，就是由有道的意思，当名词。然后，